那你把银龄的身份证银本，还有您的身份证银本，然后要叫什么名字写下来，对。我拿，让你写一下。认真的和客户沟通账务上的问题。她是记账师林秀妹，在20岁商专毕业的前夕，因为一场车祸撞断脊椎，造成颈部以下瘫痪。看似无望的人生，在她不断的努力与学习下，终于能够开创出自己的未来。刚开始就其实手没办法弯，然后以前的打字其实都是用10个手指头嘛，那我就测试说，哎，刚好这两个还可以动，所以我就用这两个。然后后来就是这两个其实都完全不能动，那我就试着说，哎，怎么打？那刚开始比较难，那后来哎越打就会用这两个，就4个手指头。在一次脊髓损伤者协会所举办的活动中，林秀妹认识同为身障者的先生沈永祥。因着永祥的体贴与照顾，让秀妹愿意步入红毯。而婚后幸福美满的婚姻，也让他们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但却没有料想到，在试管受孕成功的林秀妹，险些在生产的过程中濒临死亡。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又是一对夫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发生了意外导致他们脊椎损伤，目前是重度的身障者。不过虽然身体很不方便，可是对于人生他们很积极，他们很乐观，所以很厉害。他们相识结婚，然后创业，甚至呢还是全台湾首例身障夫妻做试管婴儿成功的。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欢迎沈永祥以及林秀妹。两位好，你好，你好。哎，秀妹姐，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是在那个脊椎损伤协会，然后在那个剑湖山有办一个活动，是他在那个地方看到我。哦，所以第一次见面，太太没有印象。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人，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人，但是先生已经久闻其名，所以早就知道有这一个人。最主要还是在他家烤肉，之前就在他家烤肉。怎么又有机会在他们家烤肉？因为我们脊椎损伤台中的啊，那时候只有台中、台北有脊椎损伤，就有协会是不是？我们就指定要到台西去举办一个活动，然后就选到他家，就一些病友大家一起办活动在你们家，这样子。哦，那次你到你们家烤肉，有注意到永祥哥吗？其实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你们两个看起来很登对，我帮你介绍。”然后他一直说：“哦，不行不行，不要不要。”对啦，其实是相反的。其实不是不要，对不 对？其实是很想要，只是心里头害羞。就是他可能有跟他透露说想认识我，想追我这样，然后他就从中牵线，他就说：“哎，因为我很久受伤，大概3-4年我都没有去做生理检查。那我们脊椎损伤很容易那个泌尿道感染。是是是。对，然后他就趁这个机会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去做身体检查？他是说你们云林有一个专员，就是我先生，他说很关心脊椎损伤，那他说他要帮我打电话，他什么时候有空？那我想说还要这样传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不方便，我说那没关系，我打就好。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支支吾吾，本来说哦好，不用你了。你知道是谁打电话给你吗？知道，知道。啊，忽然间讲不出话来。你也期望，期望。你一听到这个喂这样子，你就紧张，就紧张，心跳很快。对。你就以为说他是怎么样？为什么问话好像都回答得不清不楚，对不对？然后我想说他可能不方便，不要打扰他。完全会错意，你没想到说其实他是因为已经喜欢你要很紧张，完全不会想到。完全没想到，对。那后来那次有帮忙到带你去做健康检查吗？就是那一次，我觉得一路上，因为我们其实要出门还蛮，就是可能要包尿布啊，要做一些。就是一些防护，要先做一些准备。对啊，所以在车上，他就因为我们如果其实没有喝水很多，会容易感染。对，所以他在车上就很体贴，一直叫我喝水，就是把你照顾得很好。对，你会发现说他很有爱心哈。对，因为我们同样是在云林，然后他又是专员，
所以他会去就是探访那个小女生，还有其他的人，其他受伤的。那那个中间，因为我家离那个小女生还蛮近的，他就要我一起去。对，那我发现他在这个中间哈出钱出力，对，而且我发现他很有怜悯心，心很善良啊，对，所以就在想说是不是要进一步的交往了，哈，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对你们的家里头来说，可能会想比较多一点。我家人他们对我的决定还蛮尊重的，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在家里面都是可以做主，甚至连婚姻。可是爸爸妈妈会担心，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因为你毕竟要两个这么不方便要一起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克服的，不管是心态或是哪方面。所以我们有一次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垦丁，然后住凯撒，那一路上就他开车，然后我而已，就你们两个人去，对，去体验一下。你们故意这样子安排？对，故意这样安排。他喜欢海了，但是想说如果你们两个可以这样子自己去外头过夜，三天两夜都 OK 的，食衣住行交通什么的，对，可以自己处理的话，那应该就代表你们两个可以。对，而且这个中间如果说两个刚好有什么意见或是对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三天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出端倪啊。是是，对，适不适合。对，那你们那三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两个都坐普通轮椅，不是像这种电动的，不是这一种，他开车，那他驾驶座，他是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先上车，他才能上车，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手不方便，我没有那么大力气可以把自己撑上，对，所以我会先上车，其实那时候我可以自己移位到车上 ，OK， 然后他就把那个普通轮椅收一收，你还要帮忙收轮椅，对对，放到后座，然后他放完之后，他是不是？关下门，然后就自己又到驾驶座，对，然后上车之后，他那个轮椅是不是还在旁边？对，他就把那个车子往前开一点，然后把车门关起来，然后再后退开后门，那个轮椅就会在后门那边，对，然后他再弯身，然后把轮椅拿上，拿到后座。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两个一起完成一个好像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那种喜悦很难形容。那如果要洗澡的话怎么办？哦，洗澡，洗澡。其实我都比较害羞，可是他说，他就浴缸，他就麻烦那个服务人员，因为凯撒其实服务非常好，就是那个服务人员会帮我抱到那个浴缸，然后我自己洗好之后，然后再麻烦服务人员帮我抱起来。哦，用这种方式？对，其实有时候不方便，其实如果有人协助就可以跨过那个困境了。那结婚之后经济状况？那时候我有退休金了。那时候还蛮大的。然后秀美姐好像结婚还是有工作吗？有，我本来就有。本来就做记账师的。做记账师的工作。对。所以也不像外界想象的这么困难了齁，对不对？对。其实那时候我侄子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是我父母的担忧啦，他是说啊，姑姑啊，你要嫁给他哦，可是你如果要上楼梯他不能抱你哦。那你怎么回啊？那时候我就笑一笑啊。对啊，可是心里头会不会有一点点忐忑啊？其实也会耶，我觉得要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领域，其实心里面还是会担忧啦，可是都觉得可以两个可以共同去面对，可以克服。对，那时候有一个想法，说我会养他，因为还有退休金嘛，可是会花完，但是就觉得我可以养，我可以照顾得了这个女孩子。想起刚受伤的时候，林秀妹的父亲为了想赚取更多的医药费用，经常从嘉义到台北熬夜开车送货。看着爸爸为了自己辛苦的付出，也激励林秀妹勇敢面对生长的事实。以前没遇过嘛，然后又这么严重，所以爸妈一开始非常非常无法接受。那后来就慢慢慢慢就是已经遇到了，那就是要解决嘛。总是会听别人讲，有一些方法，也许可以改善，那就去试看看。
哦，那但一般那种我们讲偏方啊，可能说费用还不便宜，哦，所以我印象中有试了一家或两家啦，但是其实就是没有改善，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遇到了，那如果说没办法重回以前，那你应该了解说，那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怎么样让自己变好了？我二姐应该想说，不要让自己变成别人负担啦，那至少说自己要有那个能力，哦，可以养活自己。也不要让爸妈那么辛苦。秀妹是一个 EQ 非常好的，即使在她受伤，这么很感觉上是人生等于是她最精华、最少女的时候，然后她遇上了车祸，然后躺着这样子，她几乎是完全不能动弹的时刻里面，也没有看她抱怨。我们常会想，我们是一个这么喝卡喝酒的人，可是你她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但是他常常会鼓励，所以很多人受到他的鼓励，包括特别是我们这些同学里面，有些人碰到一些生命的困境、婚姻的困境，但是呢，他们会很喜欢找秀妹，因为秀妹会用非常有力量的话来鼓励他们。秀妹姐，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发生了这个意外的？我是在台中商专毕业考完之后。那一群同学说要出去露营，因为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嘛。那就是一群很好的同学就到青青农场露营，然后是在回程我就出车祸。那我那个同学是颜面受伤，那我其实外伤看不出来，有受伤。可是那个过程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记忆。是是是。那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你的状况是怎么样？我的状况，他那时候是送到埔里医院。对。那听医生说我的急救做得很好，不然其实我可能更严重。所以你是伤到哪里？我是伤到颈椎五六七。其实我的手都不能动。就这样而已。然后下半身从这里完全都有知觉，可是完全没有活动力。对。是是是。你第一时间知道说自己的伤这么严重，而且这是一辈子的行动不方便。你说你才商专刚毕业吗？对，二十几岁嘛。对，哇，好难接受哎。是很难接受。其实我觉得真正的考验是回到家里。是，因为你在医院治疗，你都觉得还有希望。所以那回到家里之后，你才会觉得哇，就是这样。医院住多久啊？我在医院大概住了三个月左右。哇，因为蛮长一段时间的。对，那又一起来，其实还有复健，那一起来头就晕，所以也没办法做复健，就回家。是。那回家我觉得是情绪考验的开始。我觉得有一幕是我到现在都还想到会想掉眼泪的。是。就是说我刚回去的时候，其实我连吃饭都还要父母喂。那个吃饭就是要一口一口喂，那时候我就很绝望，看不到未来。然后那一天不知道可能情绪没有出口，那我就想说我不要吃，我看会不会饿死。对，然后妈妈其实也心疼啊，她要喂你，你又不吃，她非常生气。然后就在那边僵了很久，我就是不吃，谁喂我都不吃。那我有一个爷爷，大概快80岁，对，他就拿了一碗绿豆汤。然后就说你要吃点东西，你看到一个老爷爷在那里，然后一口一口喂你。那家人真的很爱你耶。对，对。然后我觉得父母就是从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扛起那个责任，就说他知道，哎，女儿生病了，受伤了，是，所以他们就有想到一个怎么处理来照顾这个困境的方法。所以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的情绪要找到出口。对对，我的生命也要找到出口。对对对，所以在那时候我情绪的出口，我就是写日记。对，然后读一些书，然后听 ICRT。 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第一次跟信仰有点接触，对不对？对，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台西的传道人，是因为那时候我家装冷气，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我们就找人家来装啊，那个朋友就说啊，你这么年轻，然后又在家，然后又躺在床上，他说我们台西那边有传道人，我请他来关心你好不好。就说来跟你认识。我就说好啊。对啊，
我觉得一句好那种就是很单纯啊、我觉得那个单纯的相信也是一个恩典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上帝就一直带领我从工作各方面对就先开始有了这样的接触对那永阳哥你自己怎么受伤的我在高雄那个中船那时候多大年纪受伤的时候26岁左右刚当兵回来没多久在中船工作就是被钢板压到被钢板压到对差不多4吨左右哎呀怎么可是下面有东西挡着它是整片的很大的是怎样是掉下来还是不是它在掉的时候滑下来压到可是下面有东西挡着不然就没有我了那时候的伤势是怎么样就整个脊髓腰椎以下全部瘫痪是大小便都失禁是到现在还是一样是不过刚开始知道说自己就伤势这么严重会不会心理上怎么接受当医生又这么年轻当医生告诉我妈妈的时候我偷听到的你偷听都这个要一辈子做了你我在想说那时候谁说然后不流泪只是不轻弹也是暗暗的流泪这样子不过回家也是得要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嘛对对对我很快就走出来了怎么这么快就走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不知道就反正不会好了嘛自己知道嘛你要躲在家里面也是一天你要走出来跟人群这样你比较会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当然是要走出来不过走出来也是不简单的齁然后还要想说怎么样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嘛赌很大赌很大你怎么会有本金赌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很大的退休金会买差不多高雄的公寓大概10间左右那时候才20-30万一间所以你是拿了几百万这样子差不多300万左右然后你就靠这300万开始赌是吗原来有钱会对从小小的一直赌越赌越大但是赌都赢听说几乎啦70%以上就存了一点钱嘛对 对, 對其实这个是不好的你这样子你说怀孕的风险最大是哪里早产对然后再来就是会有脑中风的危险最后会变成植物人哇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所以被我丈母娘骂得要死为什么要让她怀孕那我傍晚就会推出去外面然后看那个夕阳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安静的力量我觉得那个也是上帝的创造我觉得那个有疗愈对我觉得慢慢的就一步一步我觉得就带领到现在尽管林秀妹因为身体的障碍导致行动不便但是她没有放弃希望不仅学习自我照护对于写字电脑会计等专业的知识也努力充实一开始他认知到自己的状况可能没办法变回以前的样子所以他有在思考说要怎么做那正好那时候我们乡下那个地方好像隔壁村还是哪边有个地方有个机会就是说可以应该是缺类似会计人员吧那他我爸就说就说看他要不要去试看看那后来就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走出来这样子经济能够独立后的林秀妹与同为身障的先生沈永祥共组家庭婚后先生为太太及家中的付出也是尽心竭力他们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配搭他很爱秀妹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我觉得他很尊重秀妹不管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包括在对他们孩子的教育上我觉得他都是一个非常尊重
秀妹。比如说嫂嫂在那个工作上需要啥，因为我嫂嫂出去比较不方便嘛，她可以开车啊或者是什么，啊，她真的很殷勤，她从那个会计那些东西她都一窍不通的，但她愿意学习，她有一个很乐意学习的心，啊，就是不断的这样付出这样，我就看到从不会到会，而且还可以完全可以掌控那些事情，啊，就是说她可以独当一面啊，真的是很蛮佩服她的。其实这对夫妻他们虽然身体不方便，但是呢，对于自己的人生未来倒是都还蛮积极的，甚至呢，还自己出来创业，做了一个工作室事务所嘛，对不对？对。所以秀妹姐，你是怎么样开始做这种帮人家记账这个行业的？因为刚开始是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村庄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去找我们村庄那个阿伯啦，然后他就说：“哎，你现在找不到人。”对，那我们村庄有一个，就是他受伤在家，可是我不知道他方不方便。对，他找人帮他记账。对，嗯，他因为那个报税可能有时间压力，他可能剩下15天就要报完账，那他就到我家去，那我就跟那个老板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去试试看。嗯，虽然我以前是读那个企管的，那个一些会计基础都会，可是完全没有实务经验。嗯，对，那。我可以问那个原来那个会计小姐，对，然后来看离职的那一个，对，可是人家已经找到工作，他没有很多时间教你，那我就看他以前做的，嗯，看他怎么做，然后把有困难的地方都写下来，嗯，然后有困难的地方我就问那个原来的会计，那又问不到，我就打电话国税局，国税局上班的时候都有人接电话，嗯嗯，然后那个国税局的。有时候奇怪，你在做这样的人怎么这个小小问题也不会，就觉得很基本的问题都要问，对对。然后我就可能他已经有一点不耐烦，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再拨又是另外一个人接，嗯，那我就接着问这样，反正就慢慢就把他问都搞懂了，对。而且后来就自己开业，然后后来我在那边可能就是做了大概2年，是。那后来身体不好，对，那我就离职。后来我就是。有2家账，就是我有2个姨账，就是他们都做水，一个水电工程，一个是水电工程行，对，有一个是包自来水公司的，嗯嗯，他就说啊，你在家，那你就帮我们，因为我已经会做了嘛，嗯，你就帮我做这2家账这样，哦，然后陆陆续续就有人介绍，我就慢慢接，嗯，慢慢接，然后就干脆就自己开一个事务所这样子，对，嗯，那时候其实就大概接了6家账。哇，啊，那时候就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嘛，那就是要包税，他会载我去这样。所以整个工作的部分，事业工作就很稳定了。很稳定，很稳定了。那就开始想的是要想要生孩子嘛？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念头？因为对你们来说，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一个国中老师，还有2个国中同学，我们就4个人就一部车到台中。然后就去那边吃饭，在路上我们老师就一直说，哎，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了，然后身体也好一点了，要不要去生个孩子啊，才不会有遗憾啊。那一回来我就一直想说，哎，我应该也要去检查看看，对，不然也会有遗憾。嗯，其实我还蛮喜欢小孩的啦。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哎，去检查，他就说可以啊，然后做试管。竟然一次就成功。可是那时候太太跟你讲说想要个孩子要去做试管， 你那时候想法是什么？他那么喜欢小孩嘛，嗯，那没办法就带他去试试看，嗯，那结果医生说可以这样，嗯，yeah，那医生说他之后很多麻烦跟着来。我发现怀孕之后才是痛苦的开始。你怀孕应该状况很特别吧，就是跟一般人怀孕不一样啊，哦，对，因为那时候刚怀孕就，哦，常常出血，嗯，然后就要去安胎，嗯，所以我怀孕只有去产检才出门1年哦，嗯，对，那这个中间我大概就觉得为什么会那么奇怪，我就自己一直问说啊，人家怀孕都那么喜悦，我怎么怀孕才是痛苦的开始？你这样子，你说怀孕的风险最大是哪里？早产，嗯，对，然后再来就是会有脑中风的危险。最后会变成植物人，哇，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嗯嗯嗯，所以被我丈母娘骂得要死，为什么要让她怀孕？嗯，那你怎么说？我说是秀妹喜欢孩子，她自己提议的。可是你自己也很紧张，会不会？对，就很担心啊，会担心啊，会担心啊。对啊，哦，每次输血我都
都要叫救护车来载他。我觉得你也吓得半死了，会不会看他这样出血？你自己的心里头，因为那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的力量，我觉得真的很难撑过。嗯，对，就是你每天要面对，就是一个没有预期的未来。然后那时候都会去教会去祷告这样。对，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啊，那如果变植物人怎么办？对，所以那个时间我还有跟我同学说，哎，我万一变植物人你要帮我按热死哦。那到了生产的时候了，那又是一个什么状况？生产可以开刀吗？剖腹？没有，因为那时候剖腹开刀会血崩的机会更大。医师参考美国、日本，对，都要自然产。对，刚好9月12号，就那个羊水就破了。会感受到阵痛吗？不会，哦，不会哦。对，可是我有感觉是羊水破了。哦，对。啊、那个时间就好紧张哦，然后就叫救护车，对啊，然后我先生后来不能啊，然后我先生就开车，也很紧张吧？我很紧张，他开车载我啊，不是叫救护车吗？他叫我一路救护车划线，他不在了。哦，所以你们自己开车啊？自己开车，对，就叫他救护人员帮我们送到那个地下室，帮我太太抱上车，我就开着就走。因为医生之前有预告说，如果血压太高或什么会脑中风嘛，就在那边全身发抖，然后那个医师就赶快用那个，他用一个不知道什么装置啊，那3分钟量一次血压，那可能血压一直高，然后那个什么麻醉科、神经内科，还有那个妇产科，就3个医生在那边，怎么办？要不要降血压？要不要降血压？其实3个医生已经很紧张了。对，那我想说，我可能那个血压不知道高到什么地方，结果后来医生说好进产房，哦，那时候松一口气，可是还是全身发抖，然后就自己自然用力生出来。对，然后是没有感觉吗？你怎么知道怎么用力？我有感觉，只是没有那个力气这样，然后医生会帮忙用吸的这样。我自己没有那个力气生。对，当爸爸在外头这样子等，那时候的心情？我在里面。哦，你也在陪他，拉着他的手了，因为他会发抖，一直发抖。那听到女儿出生了哭的那一声，感觉怎么样？也就当爸爸了吧，当然对，不简单啊，对不对？因为想都没有想到的，想都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只觉得如释重负。那我后来看到他抱着，那时候我女儿好像才出生3天，他在喂，帮他喂奶，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我是如释重负啦，因为他那时候说我那么辛苦，生完之后他都他带，都他养，都是先生哦。对，后来也没有了。从小在斗六乡下长大的沈永祥，看着父亲与邻居赌博，久而久之也让他耳濡目染。从国中一直到结婚，赌博都是他生活中很大的重心。爸爸是很会赌博的啊，就是麻将啦，人称他是什么校长啊，所以表示说技术各方面是算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就会接触到这些啊赌博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哥哥也算是也学会了，但就是。他写的比较精，所以会赢，所以不是说多输，所以他会赢的话，所以钱就会越赌，那个心就会越大。其实他以前虽然说在赌，可是他们感情也是都是相当的好，可是就是这个赌性甚强，这个对他来讲好像很难戒，很难改。秀妹是常常夜里会睡不好，因为很担心，因为永祥常常是晚上跑出去赌啊，你知道那个赌就是他一定有一个时间，他一定要赌完哪一圈他才能够离开，不能说赌完就走了，所以其实他会晚想不回来，这个秀妹就会很担忧。其实我们是在他已经做出要抉择的那一刻，我们才知道哇，原来已经到这个的时刻了。他们好像私下连孩子的教养、孩子跟谁、孩子怎样，听说他们都讨论好了。可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一点都不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夫妻是不会分开，因为我觉得他们彼此谁都少不了谁啊。秀妹不可能离开永祥，那永祥也不可能离开秀妹，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们只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你们感觉起来就是彼此配搭得很好，但怎么后来要闹离婚？是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赌博。赌博哈，那赌到什么程度让你觉得不行要离婚？其实那个是有进程啊。对，因为我觉得他赌到，其实那个都是他的钱。嗯。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越赌，好像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影响。嗯。对，那我后来就用我的方法，我想说，哎，那不然，如果他同意，我们把钱分成三等份，第一个家用，那第二个是我可以保留，第三个他可以任意支配可以使用，这样他才会同意。我想说，因为本来是他的钱嘛，那如果说全部我拿来，他可能不同意，所以我就用人的方法想。当天赌的还蛮大的，一次输赢大概多少？几百万。几百万啊，有时候一两百万了。哇，五万底了，麻将五万底啊。哇，好恐怖耶。对，那他跟你讲要离婚的时候你怎么想？嗯，考虑了很久。嗯，我还是不签。你还是不签？对啊。嗯，对啊，有些悔过失了。是是，yeah，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还是继续赌。养成习惯了嘛，要戒就戒不了。嗯，还跟太太讲说不把我的戏。哦，你这样讲。对啊，对啊。可是你每次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对不起太太，也很难过？会，有赌输的时候，特别赌输的时候。嗯，会不敢回家吗？看他在工作的时候，我会看得心软这样子。嗯嗯，之后也会自己在旁边流泪这样。是，哎，为什么这么好的太太你不好好珍惜？所以你就在想说要离婚是不是？我之前都觉得，哎，可能因为这个家，可能小孩啊，可以改变他。可是我觉得真的完全没办法。那我就跟他讲说，有两条路。其实我也没有跟他吵，没有跟他闹。那我就说有两条路。第一个，你跟我去教会，我们教会刚好有一个恩惠相遇。对，如果你考虑清楚了，对，看你是要去教会还是要离婚。但实际上你对于信仰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比较有点距离，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他说夫妻同父一恶。嗯，对，那你我信主他没信主，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个拉扯力。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会去教会，但一直觉得是我自己是基督徒，可是有时候会就是人的惰性，有时候就没有去聚会这样。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就是我目前聚会的姐妹，她其实我们同小组，可是完全没有交谈。嗯，没有什么互动。对，那她有一天就说，哎，秀妹，我可不可以去找你？那她是一个那个国小老师，我以为她是要去找我问账的问题，结果她去找我跟我聊说，哎，上帝有感动说请他来为我祷告。是，对。然后后来因为他那时候是老师，那个刚好暑假，嗯，其实不用上课嘛，所以我们就约了每个礼拜四就到我家的三楼祷告。刚开始只有我们两个。嗯，那我们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窗户就有光进来，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灵力真正的开启。嗯，然后我在读经都不一样了，以前读经可能是字面就看不懂。对，然后后来读经奇怪，好像就是特别有那个上帝会跟我说话。以前读经都读字面，然后听讲到就觉得有点昏昏欲睡，对不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变成，就是本来是他帮我祷告，然后后来又一个我们现在的区长加入，就三个，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有大概几个姐妹这样。那先生那时候是怎么样看待太太的信仰呢？因为妈妈哈很早就过世了，嗯，害我对这个信仰啊都会排斥这样子，怎么好人这么快就走了？嗯，你就什么神都不信？哎，对对对，哦，哎，那但是后来太太有跟你说要不然离婚，要不然去特会，你怎么办呢？我就也好，不然要离婚，我去试试看啊。嗯。结果到教会看他们怎么那么有爱心这样子。对，哎呀，嗯，哎呀，特别关怀我这样，要不要进来看看呢？是，我是跟他说改天真的去了。嗯，去了之后呢就改变我。嗯，怎么样的改变？因为那个钱也留不住了。嗯，哎呀，到最后也都输光了。哎呀，就觉得
有一个信仰也不错这样子。那你怎么有看到他在这个赌博这件事情上，因为他是克服了，因为他之前有唱过一个歌叫也耶稣耶稣耶稣啊，他说他每次唱那首歌都说啊，耶稣叫我不要赌博，因为赌了会输。嗯，赌跟毒最难戒了。对对，很难戒。对，也差不多赌光了啦，而且赌光也没有钱再赌。对对对对。所以看到先生后来在教会里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他后来其实还蛮，就是我们受洗，他受洗之后。他其实每次要去主日，他都说赶快起床哦，今天要去主日的。对，然后家庭气氛也都不同，对。怎么样的不同？然后我们其实家庭也有开放成小组，对。是是。所以这个中间就是他也在服侍主，就变成我们是全家人一起。然后他戒赌之后，神还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买到一栋我们梦寐以求的房子。是。那在这个经历上，我觉得之前都是我们自己去找。那都找不到，那后来我们不找，然后靠上帝的力量可以买到一个260平的房子。哇、wow. 对，我觉得那个是神的祝福，如果不是神的做，我觉得人做不到。是是，所以每次住在那个房子，我都越来越多的敬畏神。对，也有很多的经历哈。对，我觉得神是从经历来的。这个中间我要问他呢，我就说那你会不会觉得有自卑感？他说不会啊。我说，可是他会有一点遗憾呐、啊。所以他觉得，父母这样好像没办法陪他去爬山呐、啊，没办法陪他可能去什么游泳、啊，比较运动的，对，还有出国了，他很喜欢旅游。申永祥与林秀妹不但在工作中分工合作，对于独生爱女的教育也是各司其职。她会陪我就是出门逛街买东西，然后功课也都是她来教我，然后有时候就是社会科不懂会问爸爸，妈妈就是教我自然科跟数学，因为爸爸他社会比较强，妈妈比较弱，爸爸都会看一些国家地理频道啊，一些新闻都是他来看，妈妈就因为蛮快，就是记账时就比较没有时间看。夫妻两人能够克服自身的不便，让家庭与事业稳定，也让女儿快乐的成长。如今念国二的慈恩，也从被照顾者逐渐转换成照顾父母的乖巧孩子。应该也是说爸爸妈妈比较不方便，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说自己必须来帮助，必须来帮忙。哎，对，因为有时候像他们虽然说有请外劳，可是就是说台湾的法律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一个外劳，因为有时候外劳会跑掉嘛，那是不是他们家就没有那个帮助者了？那这个孩子就必须来做这样的工作啊，比方说洗衣服啊、晾衣服啊，然后煮菜啊，这个孩子就是他要去承担，如果外劳万一有一天不在的时候，这个过渡时期这个孩子就必须来学习来做啊。前阵子有一次永祥可能 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感冒，然后加上感染这样子，那天其实很晚了，可是慈恩可能很知道爸爸的不舒服，所以听说慈恩就跟前跟后一直跟着爸爸，然后就拦住不让爸爸出去，然后就教他妈妈这样，所以好像在那个没有多久之后，可能就在楼下那边就永祥就忽然间就昏迷了，然后后来呢就赶快紧急送医这样子啊，感谢主，就后来发现是感染，虽然也住院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当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外劳也不那个嘛，然后秀妹妈她虽然联络我们从家里赶过去，可是那整个全程像跟着救护车去，就慈恩她会跟着，虽然她小小年纪，但她就跟着救护车去，因为去你一定要先挂号啊什么的。永祥哥现在也进入到了信仰之后呢，改变了自己赌博的习惯，婚姻的状况也就变得更好，对不对？你们现在女儿是已经国二，国二十三岁，十三四岁了哈，十四岁左右。你们两个怎么照顾她呀？有请外劳了。有请外劳。我觉得是
陪伴啊，还有参与他的生活。孩子本身好照顾吗？在小的时候？小的时候非常好照顾，哇，我觉得是恩典。他一直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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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睡过夜了。对，就是可能晚上不会吵，24小时，他可能睡了21个小时，然后连也不重吃哦，他其实不重吃，然后就一直睡，所以真的是好大的恩典。对，新生儿可以睡这么久，到大一点就会夜里都会起来啊。他还是睡哦，他是到最后幼稚园的时候，我发现他就越来越不爱睡了，连到学校的那个不是要午休吗？对，哇，午休是他最痛苦的开始。那其实我们从小哈，他小时候睡太多了，所以长大的时候就比较不想睡。他会不会开始有意识之后，就会在想说，我爸爸妈妈好像跟别人的爸爸妈妈不一样？不会耶，其实我们如果带他去市场，像我就会教他怎么买东西。第一个就是接触人群，接触人群。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去卖场买东西，他就会协助我们。因为很多高的地方我们拿不到，他就会站在这里，然后去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他可以帮助父母。对，那在学校的时候，学校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参与。不管家长会还是他们圣诞节的活动，如果我们两个有空就一起参加，不然也会其中一个出来。然后都跟他们的学生的家长父母都是打成一片。啊，小朋友看到你们的状况比较特别，会不会也很好奇，然后去问他？他们还会玩我们这个摇杆。然后过来，然后就阿姨啊，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自卑感啊。所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对，所以你不会觉得我的小孩会有自卑感，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肾脏的朋友，就是两个都是，他都说，小孩子开始上幼稚园、上国中、上什么，你就会发现他会有自卑感。好像小孩就觉得我不想要爸爸妈妈出现在我的生活圈，不想让同学知道我爸爸妈妈不方便。对，可是他完全不会。这个中间我要问他呢，我就说，那你会不会觉得有自卑感？他说不会啊。我说，可是他会有一点遗憾呐。所以他觉得，父母这样好像没办法陪他去爬山呐、没办法陪他可能去什么游泳、比较运动的，对，还有出国了，他很喜欢旅游。其实可以出国吧，只是会比较、他出去好几次了。他平常生活上他可以帮助你们一些什么？拿东西？对，然后有一些，其实像我老公要上车要下车，要有时候会帮我拉屁股，这样比较我不用那么出力。就觉得女儿蛮贴心的耶。对，所以你们现在还有去参加更多的一些协会的工作，对不对？有，活动都有。因为之前我先生当理事长，是，对，然后后来是我。你前后云林怎么？云林脊椎损伤者协会。因为后来我们友会都说，只有你们夫妻两个当过理事长，对，那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叫《活出爱》。对，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是。然后我觉得同样脊椎损伤，然后我觉得看到脊椎损伤伤友，我会很心疼。是是。然后我很希望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命。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有一对母子，我觉得看得真的是好心疼。他儿子受伤一年，那这个当多大？他儿子23岁而已。也是年轻的时候。对，所以妈妈其实很愁苦。然后又看儿子这样，后来我们家有开幸福小组。那我想说，我们人能帮助的都一时，那只有上帝的力量可以帮助他永久。所以我们就邀他来幸福小组，他们也答应了，然后就8周。那这个当中每一次的幸福小组，他儿子都是躺到就是坐起来没到1分钟就又头晕了。然后那个头晕是让你会觉得他好像快死掉那种感觉，好像喘不过气。然后他妈妈就很担忧，又束手无策。那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潜能发展中心，那我就想说，他刚受伤才一年，那是应该要去受训，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就载他先去看环境。你们自己开车载他？对，就用协会的车，也结合协会的力量。对，因为那时候我是理事长。对，那他去之后，那个受训了3个月回来，现在完全不一样，自己可以坐电动轮出去，然
然后也不会头晕，然后情况比我还好。哇！他们后来很单纯的两个就受洗了。他现在每个礼拜二会到我们家小组，而且都会帮忙，然后会有笑容，对。这应该是让你们觉得最满足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是回馈了，一个回馈，就是说我们把信仰传给人家那种喜乐的回馈，对。可能自己感受也会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信仰，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走到现在这样，会不会？对，我觉得就像《活出爱》那首歌，有一份爱是从天上来，我觉得像我们能力都有限，然后你看要工作要什么，其实体力都会耗之。对。那如果不是那种爱、那种力量给我们，我们能帮助人的有限。真的，真的不容易，这一家三口，然后爸爸妈妈虽然身体不方便，可是家里头完全不受影响，就是气氛很好，孩子也很好，对不对？最后有没有想要跟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的？先。永祥哥先好了。我感到我戒毒以后啊，家庭的气温变好了。我也要奉劝会毒的一些百姓朋友啊，要戒毒了，因为这个你夺来的哈、很轻松，要出去的也是很轻松，存不住的。所以只要你要洁身自爱，这样才能让家庭更和好。秀妹姐，你们最后分享的？我觉得每日感谢神，因为金钱加上那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然后时时感谢人，只要我不放弃，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的生命飞翔。我觉得看到你们很不简单，你们坐在这边讲话呀，或者彼此的互动，脸上都笑笑的，就是喜乐。其实不会去感受到你们身体的不方便好像有带给你们任何的局限性，没有这样的感觉，都觉得你的生活生命是非常美好的。今天带给我们很棒的分享，谢谢两位。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在今天我们听见了永祥和秀妹生命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身障是一个巨大的符号。我们看到的是彼此扶持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许多朋友在这一趟旅程当中彼此成全相互帮补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想呢？或许你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体会，发现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身体限制的差别，而是我们都共同分享的对工作、对家庭、对人生的梦想，我们也一起都分享着面对这些梦想的时候必然带来的考验。永祥这个家庭跟许多看起来没有身障的正常家庭其实都一样的，在这些工作家庭各样遇到的挑战，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其实都面对一样的挑战。可是我发现这个家庭跟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具体的身体障碍，很明显的他们需要支持的恩典比我们更多。很多看起来正常的家庭，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需要的是真的支持的恩典。这个支持不只是生活进进出出的支持，而是心里面当面对到问题的时候，我应该从谁寻求帮助的支持。就在永祥想要戒掉赌博却没有办法戒掉的过程，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透过上帝的恩典，这个赌博的戒除是没有办法从他的生命当中离开的。就像是永祥分享的那种瘾头，是让他尝试好多次想要停止戒掉，却没有办法戒掉要偷偷去赌博。这样的朋友有很多，正常的家庭在我们夫妻互动或家庭互动的过程当中也都有一些难处，这些难处是我们尝试一次两次要解决掉它，靠着自己的力量，但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寻求上帝恩典的工作，我们只想要靠着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这些问题。而就在今天，我们看见秀妹和永祥的故事，这个身体的限制让他们更多要紧紧地抓住上帝。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许多真实的限制，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限制，我们会更快地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诚心邀请你，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让耶稣基督恩典的工作能够临到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如何帮助永祥秀妹这对夫妇走过生命各样的挑战和难处。我知道你也能够帮助我的婚姻家庭，我的人生。主，你知道我现在正面对的问题，我想改变却无能为力的事。深愿你恩典的工作能够充满在我的家庭中，充满在我的人生里，震动我，好让我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有全新的生命。这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你将你的有限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那将要成就一个恩典无限的故事。